讲嘞，掐指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今仔日佮这个闭幕式，而且佮大家探讨一挂问题。我今仔日嘞。主题啊，就是要来介绍咱台湾民政府发现的台湾身份证，要让大家更加清楚。确定啊，有奖问答，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哈，大家。去了解，我要互看两个简短的影片，大家去想这个问题。咱三日内底的受训，有啥物心得，拢要用简单的方式。有奖问答的方式给大家来探讨。啊，无，咱现在啦，就要来看要指挥不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跑跑。咱即卖要来，咱即卖哈，因为这回的重点就是特别要介绍，要拜托大家登去签这张身份证，这张身份证绝对是有效的，美国发现的，要来现身说法，好来。咱来看这个三立甲咱报道的新闻请咱同仁甲放互看卖者，大家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。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我们看了这个影片呢，大家给一个思考。是不是我们自己台湾民政府自己做的这个问题给大家去思考。我们是感谢
啊，我们是感谢。哎，怎么还不能遥控啊？不能动哈、哦？那个。我们是感谢三立了，来跟我们报道，但是我们抗议三立，他跟我们讲是啊，不实的报道，说我们民政府自己制造这一张晶片的身份证啊，是美国合法美国。合法的身份证，不是凊彩一般团体在给我们扣后脚，说一张有100块的啦，一张有300块的啦，还有说有一张500块的啦，足多单位在发啦。你看，伊迄张摕美国会用入去，我即马要搁摕一个，咱的。啊，我们美国访问团啊的成员会现身说法，要搁予大家知影，所以咱即马过来看迄个影片，美国啊六位啊咱的成员去美国访问的现身说法，啊、来拜托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。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灰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好了，我们换到这个地方。我在这个地方强调，我特别强调，这张身份证，这是足100%的正确。啊，咱现在要阁介绍咱的林永成国安委员，啊，咱请啊林永成过来特别介绍。伊去伫外国，啊，甲伊伫咱台湾临检的时所使用这张身份证的经验，这也是现身说法。
所以爱甲大家强调，登记一定爱介绍亲友，甲做较好的亲戚五十，朋友六十，拢叫伊来请，100%正确的。咱即马拜托咱林永成国安委员来甲咱现身说法，咱甲鼓掌一下。各位同心前辈，大家好。今日吼，我已经走去伫越南，吼，我去伫越南的所在已经走半冬啊，吼。即届因咱要去日本哦，所以我专工对做越南吼，甲安排假期倒来台湾吼，然后要来明仔载咱要开始出发去日本吼，来做进行咱的一挂行程吼。我暂且要甲各位报告吼，我去伫越南吼所看到的，甲咱台湾人哦，这张身份证哦有关系一个物件吼。首先吼，我先介绍迄个咱的做来，我甲徛过一边，勿紧。这张广告就是讲吼，因为咱台湾人吼要去越南迄个所在做外劳啦吼，咱讲啊做台干，其实讲的是外劳啦吼。去要做外劳吼，你都要取得工作证的一张啦吼。要取得工作证的时候，要摕到工作证的时候，你要先去甲，伊讲啊做中华民国政府啦吼，去请这个做良民证。良民证就讲你这个人在台湾无刑事记录，你毋是歹人啦吼。那歹人，人越南政府人嘛无爱滴吼，所以爱去请这张出来，叫做警察刑事记录证明。啊，大家当注意看吼。这张啊，拄好伫咧做2月初四开始，吼，这个做局长叫做黄成勇啦，这伊家己拍的名，吼，所以甲抢出来无要紧吼。伊讲对即天开始啦，吼，中华民国的警察的迄个做良民证件发行的时候，后边唔免一粒印啦，吼，唔免即块豆腐干印啦，吼，就这张啦，吼，这个所在都摕掉啊。啊，这当然是我要上进前先去，因为我知伊都要摕掉啊。我们很早就知道他要拿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华民国警察机关特别叫乌嫌该取代啊，所以伊留这个物件尔，剩下签名章、官方章全部拿掉。哦，这先要甲各位报告。哦，中华民国唔是干那军方在降旗尔吼，含警察都在降旗了。咱人咧讲吼，人若衰进步啊，生啥物？生菜瓜，大家拢知影咧吼。这厉害吼、哦，表示拢是台湾人。人若说进步啊，生太贵，表示啥物？你知道？咱顶一辈的人在甲咱交代，千万唔通衰甲进步啊，生太贵。唔茫讲日本人的囝，结果日本人的阿公阿妈，结果去生甲变中国个囝。哦，这大家爱清楚啦。进步啊，生太贵叫做反境啦。哦，咱茫做人做甲茫反境咧吼，像阮兜。阮兜阮阿公叫做，阮阿祖啦吼，阮阿祖叫做林虎啦吼，我拢讲做台湾虎啦吼，林虎，即阮阿祖啦吼。迄阵去办这张身份证的时阵哦，有较清楚，我知影讲阮阿学员咧，阮阿祖叫做林虎咧吼。啊，林虎去生到中国猪呢，啊，这有反正啊无？那大家注意下看，这中国猪啦吼，有人讲啊做高级外什么外省人，无外省咧吼，食几工啊那外省，退休搁食18%那外省。食几工诶，吼，所以毋是外省，不是很省啦，吼，毋是外省啦，吼，哦，因都是中国人。大家注意来看，明治15年诶，明治是啥物人诶朝代？日本时代啊，日本皇帝年诶，叫做明治啊。啊，因甲翻做中华民国诶，迄个啊做迄个户政事务所，叫做啥物？民前啊，民国前，借问一下，民国前迄个国家敢有伫咧？敢有？无嘛，啊未成功，哪有啥物名钱？所以做好笑的吼，恁摕到的时阵，你爱甲大家人咧办这张身份证是麻烦者吼，你一定爱讲要日本时代的，吼一定爱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，唔是民国时代啊，民国，因为你看到恁阿公啊，做阿公阿嬷吼，咩啥物民情的啦，他要民情，民情迄国家还未成，你讲户政事务所已经开始咧办啊，你敢会相信？啊，这绝对唔通去骗你吼。讲南京大屠杀啦，讲是咱啊做
迄、那个大日本帝国的人做的，你来看，这因的解放军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解放军啊，手提啥物？西藏喇嘛的衣服啦，要创啥呢？去做歹代志啦，然后因的人才入去较太真正的喇嘛啦。啊，南京大屠杀就是安尼啦，蒋介石的兵穿咱大日本兵的衫，然后踮内面咧杀人，啊，咱来入去处理无？咱就是安尼入去处理，叫怪去，叫骗去。所以嫁祸成功的叫做南京大屠杀。嫁祸失败就像这啦，吼、哦！大家要知影，你的阿公阿妈是叫做大日本帝国的人，伊的国家宣称的名叫做 Empire of Japan， 不是 Japan 啊，即卖 Japan 是已经独立出去的啊，吼、哦！唔是甲咱是同一个皇帝，不过无同一个国家，安尼敢会稀奇？无稀奇吼！我甲各位报告，大英国协当中54个国家，英国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大英国协的总理。兼任大英国协的英国的总理兼任大英国协的首相而已啦，哈，所以是两个新闻。我要各位讲就是简单的讲就这吼、個。啊，另外，我要各位讲的，就讲我经过海关的时阵吼，因为我护照顶头个大，把迄个 China 个大掉吼，因越南人看到足欢喜的，因为你敢知是安怎？越南这个国家，伫咧1945年真是甲咱台湾徛做伙咧拍美国的，因的皇帝。甲咱的皇帝徛做位向美国宣战，结果咱的因为两粒原子弹吼，最近多是因为中战嘛吼，两粒原子弹，咱的皇帝宣布讲啊，咱战争失败，大家来投降。因的皇帝嘛是宣布投降，结果麦克阿瑟一号命令除了处分咱台湾以外，搁处分越南。所以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伊就派一个叫做卢克卢西。啊，罗克一个将军去占领越南，结果罗克含来占台湾这个番禺啊，同款啊，要食唔讨趁啊，吼，啊食物件都无立钱啦，啊然后一挂社会，甲你武甲，互你里里落落安尼啦，啊越南人尾啊总要甲呼出去，发动战争总甲拍出去，啊拍出去了后，则导致讲美国爱来处理这个韩战的问题啦。再延伸到后面的有一个叫韩战嘛？为什么叫一个叫越战呢、啊？这个越战就是因为蒋介石的军队被驱逐出去，不呀，美国伊必须爱亲身去执行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未完成的任务，就是安尼了呢。所以越南跟咱台湾、大日本的台湾有共同的一个敌人，叫做啥物？中华民国。叫做中华民国啦哈，歹势，这个国家可能要灭亡呀，所以甲抢出来先烧甲断线啦哈。中华民国都要灭亡呀，好啊，结果伊流亡伫咧台湾，所以因越南人吼足清楚中华民国，即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吼，中华民国即个人，这个国家是因的敌人咯。啊，咱出外的囡仔接受啥物人的保护？接受无存在中华民国的保护啦。哦，你若提这张出去的信哦，人家当作啥物事啦？不只是中国人哦，而且是虐待他们的中国人，中华民国人。所以你都爱来办这张。我去海关的时阵哦，因为我挑工个，我的 Republic of China 我打掉，哎，提下看伊好奇讲哦，他有人把家己的国家的名啊打掉啦吼。伊讲啊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你对对来，我来甲介绍 ，I am Empire of Japan， Formosa。他看到一种诶，哦，伊就想讲，太死啦吼，佫比我看讲，啊那是那毋是啥安啥，我怎啊即地方摕来看，安内乱，内乱就是越南话台湾啦，啊我空中国不是中国人，空就是毋是啦吼，毋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好啊就摕来看，伊甲你比安尼赞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的感觉诶，这是我的战友呢。啊，这是来压制我、来虐待我的中华民国呢？借问者，因越南人知也唔知，足清楚的。最近我伫咧东海的进行工吼，拄伫阮的工地的边啊，发生一个命案，一个人出去啉烧酒，伊领薪水嘛，月初领薪水，大概出去三啉两杯啊，吼、哦。啉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呢？越南人看到中国人足恶杂的，要甲拍你知？啊，即马拍的时阵哦，伊讲你对的人，讲伊中国人，还迄个台商啦。迄台商啦，台湾人未晓讲你是台湾人，你讲你中国人，去用拍死应该，结果尾仔去用拍死，迄最近的代志尔。吼、哦，我要甲各位讲，中国谈
何靖神就是我即马做迄个所在，但要越南何靖神吼，要摕一张去申请16000分，因个省长话讲一张都无要放，啊，啥我摕得到？因为我毋是即国个人啊，我是即国个人啊，吼，所以你来家己知影，你家己但台湾毋知影你是啥物人，外国个拢知影你是啥物人，尤其越南个，越南对恁台湾非常个友善。伊知影你是伊的战友，啊！伊作册中国人，因中国甲最近因最后一届的战争是甲因拍，因最近阁常常谈迄个南海迄所在咧甲因骚扰吼，所以大家一若要出国的囡仔，一定要办一张，办一张了后，咱人数有够，咱要求美国甲咱发行旅行签证，卖阁摕这本啊，出去向拍死，无赔啦吼，无人要甲你处理啦吼，中华民国的啥物大使馆根本无啦吼，不如咱台商家己。来募款，阮尾也是用募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好，卖用这本啊，这本无效。咱来换摕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过来要求美国来给咱发行旅行签证，按照琉球模式按来办理。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咱即马吼也有几分钟啊吼，要提。啊，几个问题来请教大家，有奖问答。第一，啊，咱啊有要请你举手，啊，我要请一个来斗三工吼，提起遐，互伊啊发表伊的看法，甲伊的答案。啊，若对，有奖问答。咱会发行。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是根据多一条来发的，咱大家啊，有要举手来说明的无？是旧金山合约。这若会使安尼讲，但是咱家己参议院有制定一个什么？有人要？好来举手，看到一个举手，好，迄个来来。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。好，安尼大家清楚啊吼。咱发行这个身份证是依照啊国际法啊战争法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美国甲咱讲，咱爱组织一个咱参议院啊，爱好。同意这个咱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，咱台湾前啊公民权利法案来回送给美国去核准，啊三拜前后三拜，才美国才讲安尼好，才同意，所以大家手上拢有一本摕起来看。这本是啥？咱红的有啊无？好、哦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100%签一张，世界拢会使去使用哩。咱啊，会做啊，林永成伫越南才转来尔，这张撒出去，伊讲安尼，安尼是啥？安尼就是讲赞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拜托，鼓吹你的亲戚去办这张啦。后来，咱过来回，咱的做啊，众议院的议长，甲咱讲一挂咱台湾的问题甲历史，咱阁提一个问题来，予大家去思考。2004年，美国
国务卿鲍威尔，伊伫十月二五安怎发表？发表什么？希望知影人也抽。我有奖品吼，头拄仔迄领着，啊，来，倒一个要发表的要啊，你第一个吼。台湾中华民国拢毋是独立的国家。好，安尼大家足清楚嘛？伫世界上有这个中华民国也无啊？早都已经砍掉起来，啊，干那伫内底，我们是中华民国，真正是笑死人。好，咱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要。请问大家，在什么时阵，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？这大家爱知呀，因为咱现在有个人唔知呀，啊，去哄吓嘞。啊！大家讲，哎呦，哎呦，咱台湾是啊，流氓政府啊，是啊，咱对面这个叫做啊，中共的，无这个代志，依照战争法啊，那个咱啊个叫做啊，世界啊，那么迄个法令啊，国际法啊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咱台湾。啊，这块土地是日本不可分割的啊领土，这大家一定爱知啊。在什么时阵，他都啊有一个举手啊，啊，请伊甲咱发表一下，好，咱迄个老先生请。就是因为甲午战争，清朝大皇帝以及日本大皇帝。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中所割让，将台澎地区永久割让于日本，所以日本天皇永远都拥有这块土地，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土。就这样，谢谢。我认为较无完整，就是啊，遐迄个吼，遐吼，嘿嘿。第二位，谢谢。迄、那个各位好吼，迄、那个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颁布迄、那个台迄、那个内地延伸法，台湾是日本的国土，不可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。好，咱个鼓掌一下。表示嘞。啊，伫即个所在，我要补充一下吼，因为。日本的会计制度是四月初开始，到第二年啊3月31日，所以伊迄个时阵发布，四月初发布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神圣不可分割。即马中国也唔敢讲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讲出来叫笑死人啊！所以大家爱足清楚。啊，安尼大家足清楚啦，来遮上课三天，家己爱有心得啊。吼、哦，咱这块土地现在是日本啊天皇有所有权伫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举手答对的，咱有啊，这个叫做啊奖品。啊，若有举手，我有答的，我来遮领奖品。感谢大家，咱今仔日各家结束，啊，下课。对啊，问答题哈，答对的请出来哈。接着有发言的也有奖品，那请站在前面来哈。然后嘿，先下课哈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先下课。哎，班长呢？哦，阿念。啊，起立！
敬礼。啊，请坐下啊，准备一些，可能等一下要去照相了哈。啊，刚才请各位学员把椅子收到桌子上，谢谢。老教刚好嘞，好来来。